教你学会如何用英文放狠话。闭嘴 ，shut up。没门 ，no way。你在开玩笑吗 ？Are you kidding？ 滚 ，get lost。你出卖了我 ，you set me up。英文当中的所有人称代词，人称代词有两种，一种是主格，一种是宾格。主格放在动词前做主语，而宾格呢放在动词后做宾语。主格是这一些，宾格是这一些。这道题怎么做？把答案写出来吧。一周七天的标准读音：星期一 Monday， 星期二 Tuesday， 星期三 Wednesday。星期四 Thursday， 星期五 Friday， 星期六 Saturday， 星期天 Sunday。 这四个短语怎么区分？学会一个口诀通通解决。分开一段时间，分开写的 sometime 表示一段时间，相聚某个时候，聚在一起写的 sometime 表示某时。 s 相连是有时，加了 s 的连在一起写的表示有时， s 分开表背次，有 s 的分开写的表示背次，记住了吗？点个小心收藏起来哦。